三个小时的飞机和七个小时的汽车，我终于从北京到达了羌寨。羌族人没有文字，让我好奇的是，千百年来他们是如何传递信息、记录喜怒哀乐？教我怎么唱情歌是吗？多声部的情歌，感觉情歌很适合我。虽然没有男朋友，但也挺适合的。好，那我们一起，肯定是有。那我们学一下。扎什里哈木多米啊，木多米尼就是天上的，木多米尼，木多米尼拉，木多米尼拉，木多米尼就是天上的太阳，天上的太阳，对对，小星星出来了是，小星星啊，木多米尼扎什里，木多米尼扎什里 ，OK， 扎什里，扎什里，那让我们再试一下。我做迷你扎实女，哈哈，红绒绒小溪跨十里，哇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帅哥在哪里？帅哥走了，帅哥走了，我要不要跟上去？你是松花县人的吗？我是松潘县的吗？啊，你是我县人县的。我不是松潘县的，我是约旦的。哦，越南的。对。我现在已经快要80岁了，我还是开心哦。我也开心，你也开心，都开心。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是经常说家里有一个老人，就相当于有一个。宝，对不 对？我觉得郎家木爷爷在羌族里面应该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宝贝。我活到那一天，我唱的。拜拜，爷爷特别好，我都有点舍不得离开，就想陪他多聊会儿，感觉像是我自己爷爷。奶奶现在要给我们表演口弦，但她不是一个人，她带上她的女儿，也就是她的徒弟，一起给我们表演啊。就是这个角度要放在腮帮子上。对，收尾，敲劲儿。技巧要学会，姿势不对，这个弦还没拉动，试一下。我不想放弃啊！哦，有声了！哦，你再种。奶奶，这是谁送给您的？我这个是五年的传家之宝了。谢谢老师，真棒！完美，老师真棒。羌笛。河须鸳鸯柳。春风不度玉门关，对吗？对。我觉得在吹动，气息不够，动不起要出来了。那平时老师会演奏跟很多人在一起吗？唱的是独奏。独自。独奏。独奏。哎。那您自己独奏，然后我在旁边也独奏一下。就可以，我在前面演奏，你跟着一块唱。好。我都没有气儿了，感觉老师吹的好好听，我在旁边有点噪音的感觉。因为羌笛它演奏的最大一个技巧就是鼓塞换气，还是很开心，因为吹出声了。有气息它就会响。阿拉伯，是因为阿拉伯语叫 matar。matar。matar。真的不打嘴。我觉得有点像。羌语当中有 matar 这有。啊 ，matar 就是不喜欢就是 matar 这。是吗？语言创造了一次。阿弥的之说，那不仅仅妈妈说。哦，下雨或者考试的时候，我们就。考试顺利。奶奶。哎，你是说你要学口弦还没学会怎么？口弦还没学会，怎么就走了？啊！再耍耍到我给你。教会，回头走不了了。回头我就住在这儿，当羌族媳妇儿，当羌族孙媳妇儿。哦，你看得起哪个？我就给你介绍。